前锋电视台台湾台的主持人 Katy， 今日来到呀苗栗县审查哈，同个乡亲来分享哈、分析哈，当代苗栗县的民意，刚刚有前面一些有谈过哈，有谈到苗栗县的问题到哪位，一下俺就来讨论一下苗栗县发案多钱，机枪呀，世界男高音，包括呀国民党给俺的其他有一条南高音一条，来啊苗栗县表演，发案度的公款，到底对苗栗县有建设么？有帮助么？迄有位发当然是鼓励，迄无位发一条钱，迄要拿来帮助更加实际的地方，更加好呢？来谈谈乡亲，其实怎样来做会比较较好？过去发案太比了钱，做人南高音和多米哥，哦。可以讲苗栗县可能人较少呢，比县城人来看较多。判定以后，冇关系的，说采光法案太平的钱，说财数冇加出啦。我想哦，明年啦、2016年的选举啊，我想我改变的，太搞我国相，吼、哦，冇羡慕下国民党啊。也是想讲，嘿，你咪讲，我用我来改变咪较好。我想啊吼，按太平的钱币，我照顾一个弱势啦。台湾的弱势啊，贫困的很轻度哦，哈、啊，三川是犯罪有问题的人，是差异度，要得贫困的审查，啊，通过进来进人家，一多人过去有两多，一下就被削台了。哦，唔会查，系啊，都一点哈，唔会查哈，一点呢，我可以提出我一些的见解哈。过去青岛有两道呀，政府补助的吼，小额补助的，每张嘢3000元补助的，已经无的吼，无的唔打紧，加来申请，其实安尼平民户申请根本门槛唔会高吼，唔会高。伊讲五年里忙太多，忙太多一度些，做唔得两个人的钱哈。其实伊已经身体上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，其生活上无钱好过，但是伊要抢安尼经费也抢唔到。但是政府呢，伊甘愿将啊钱来开发多呀安尼。无所无谓的那个浪费了哈，也很爱宽法了哈。我想接下来哈，来再来谈人家其他乡亲来了解一下。刚刚谈到我个乡长有讲过，佮做过乡长人，佮亲了解基层，所以讲我一直认为啊，之前两日的我谈到一家人哦，有一件事啊，我都讲祖母呢就肉粗。路上啊有东西滚，还有我三义乡还有吃饭都交盐的，做那个沙飞人饭用，到今天我有按那个还有按那个家庭剩饭，我一次个当通行，所以讲啊吼，这叫刘太严重啊，花太按多按的，以为摸滴滴落那个钱啊，花太按多，你讲我摸落十多嗯地方，你像你啊都。欢迎家啦，哦摇篮啦，哦做个那个打扮的啦，要为买，本来就实实体体无聊下物个，唔讲还要按你个家庭，哦按你按你个按唔好按唔好个家庭，屋个会漏，家屋按啊要跳要落跳要啊，冇跳要啊，物个老严哇，让我按严啵，我躺到七头做个春木子，人家就做物个做严重的人，做重要的人，眼前。发到那去，哦，所以讲啊，我是希望诶，那电视台来尽量发扬光大，来教育个了条老百姓，了条很多乡下，一到欢迎家己每看电视，每看报纸，就唔了解讲诶，了条个生活情形，因为还有按你个人工高一日嘞，哦，个头白讲个老人嘛，诶，那个主公七八岁上一张有按你日嘞啊，因为多哩哈沙飞人繁荣，因为还有按你日。哦，所以啊，所以我想啊，嘿，唔系讲来沙飞我来投人才二等费税片报纸哦，政府我改革人民我再起哦，所以讲呢一点问题啊，吼、哦，呢一度老百姓啊，呢一度太搞我来误国，我来嘅争错，系。好，非常多谢有得睇过哈，人民一国相哈，一起起来，教养也看事情哈。在我个印象中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哈。我记得头班阿婆哈，是同我讲过，头班人无饭好食，唔会查哈。但有一餐饭好食时节，也无菜好放，膝头臭也咩挨疼过，
阿婆嘅胎儿又失过，翻九日咩也系阿婆嘅胎儿，私家嘅几下十年过来，今日台湾还有安尼现象，这在本人很难去想象，很不可思议哈。也就是现在苗栗县身边人当多嘅安尼现象，请乡亲大家来注意哈。我相信唔单止安尼，继续来同其他乡亲嘅来分享一下哈，分析一下。我的生意很苗栗哦，实在。一难啦，然后从那个我有钱都好咧，有钱都先去咧，实在很美的，爱好好的看下伊。莫讲安安拿到钱都不愿骗走一张票诶，很钱拿落都落胎，买猪肉十五八，还先买盐豉油，哦。讲到底啦哈，就是过去当然对客家人的评论哈，讲有钱就好，但是呢，有钱就好，还头摆的思维哈，头摆教育还蛮安慨噶哈，当然也想不起来，我有钱入退，我慢人就好，但现在无同样，当然讲我冇插政治同我冇关系，但是事实上政治民意就很强哈，民意很快门的世界，有人。茶米酱醋茶，米行就同政治有关系。我相信，在座的乡亲也有安尼同感哈。哎，一位吴太哥，佮还有，你们望的前方公用电视台，哦，来帮俺聊个心声，哦，还遇到交通方面，像那些一一九线样的，哎啦，以前几都闹土地问题解决唔得，哦，土地解决脱了。好、哦，伊也来补助款是两个人，昨天都是两个人，从前都讲哦，土地价格唔下来挨住，经济价格中央啊，伊个钱都拨下来嘅，变拿到派费去，像个佮带团体讲是太弱太急，大家些嘅吼带个就要用出人员去太弱，吼、哦、去创造，吼系咪？前早先啊，依家你发睇嚟，哦，我确看都见嘅都见七八百公仔，讲完沙仓嘅搭嘢，仓间都高唔得，啊，仲有啲嘢钱都博来本住嘢，佢就拿啲 PPE 发，系咪？多啲嘢就，多啲嘢就难免哦，出差，嗯。啊，多谢哈，多谢人家，唔太过哈，苗栗县一个警匪啊。感恩咱来按浪费脱，我做一条态度，一件土地一件证书好诶。既然无安尼工厂款来开拓，人民按创业诶套路就无彩条来开。感恩将遐钱拿去本也着管严，否则也着没有必要的开支哈。所以讲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惜啦哈。我相信唔单止挨着都要通。天师面前的观众朋友，我相信你也得看的，我比你得很加通哈。接下来，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继续来同大家来分享。像个表演货一样的，一暗部唔同啦，其实收了一度的钱就个的，表个贵班的那个演货，将下都面临要暗痛苦就个的东西。佢表演科感染表演上手就得那个钱，唔管那的，像安的情形，表演科唔要收好钱咯。但系那都够几下呀，冇贵冇啲嘢呢，就安尼表啊，吓个演科得乡镇就安尼个表安的东西，也咩打赏那个钱就有，收那的就冇嘅咩安的东西呀，哦，是啊，好，也就系真是地方上都会收钱呐，吼！地方上都会收钱。我个特别我就讲啊，见到一张月两几下十万的人啊，用我地讲，人家基层一张月两两万两年的生活，很样的高你嘞，吼！收个盐房，我记得几年前啊，还喺刘振峰书上的时节，才下面的水库吼，不用盐房，不用清洁吼，可能不用有半年。啊，最近呢，才下高铁附近啊，去年年下嘛，不用靠贵半年的吼，要到钱一按不完，最少就要几下万，甚至几十万的来。少啦哈，将阿钱来补助某啲嘢呢一面，较贫苦嘅就较嘅家庭，唔咩更加好吗？也就系人家就蔡天元嘅心声，人家就当通唔会差。但是我个本嘢相亲，更加来了解，更加来了解，人家就睇讲呢，继续继续来分享更加多嘅爆料，本睇下来了解哦。像讲一个土地证书，一个某啲嘢呐。个工业区啊，个土地啊，就含虫洞多，
做嘛个一次来征收了条了条农民的土地，那个土地啊，黑人了条个母亲呢，所以爱爱台湾啊，爱做爱了搭土地天天，嗯，同爱了条做黑光征收去，爱了条世世代代子孙，嗯，我可嘛个来生法，爱了条有无一技之长，多了哈，黑唔免讲，唔想讲，个太朴的事情，黑龙的事情，唔想个。那个品种元气吧，我许多二十八甲吧，我买卖嘢，我买卖嘢，你同同我讲，哦，二十八甲，个二十八甲就发的你冇，啊，用为按阎王个钱按你头个发，那个也用政府的 BOT 来做哇，还把一年头交半业咋吧，个就系唔系讲党下面干上头个条件的，系冇，哎，你。一次农民同佢抗议，佢反贫就冇反剥削，佢反贫就冇过。县政府同佢改反贫条例吧，让为好安尼做田啊，我有木竹，系冇？你根本人安尼做都安尼，哦，让为苗栗县人唔过得起，就系因为乜嘅？撞到咩了条安尼滴滴答答嘅啊，打到个翅膀啦，就做到个戏本人看啦，哦，嘻哈哈，嗯。苗栗县啊，实在啊，也总是资讯啊，也较贫乏的地方，所以讲大家就认为讲，哎，居住来真好。实在是也个东西啊，迄唔免讲经过各地的教育、各地的个来改变。苗栗县啊，你像中央来讲，中央个无能够专制啊，佮利用民主、利用民主个优势来实施一个专、一个专制。油田何么就来起，何么就来庄稼。你个油田，个天力公司，个都落做的事情，你要买去监督，买去个广东去了都老百姓添加。老百姓是有苦难言，讲他们谈的有气无奈头，系冇？你唔系讲大家我改变，讲我都老慢人做都慢先都冇想，就穷养慢人做都冇想干。你也是牵涉到子子孙孙的问题哦。各位同事，我想我都了核实，要我你做做，我就认为天力公司一再吓人，你人人叫人，台湾要冇天，冇核市场要冇天，今日还冇个人，核市忙发天没？你让我台湾有天？所以讲，佮一再吓人了都老百姓，老百姓被吓到好，根本就失去理智。先慢人做穷养，所以啊，你个黑人按托个地方啊，你黑废料都冇材料处理咩？你用可以讲行到做黑人厂，行一个黑人厂，我用技术做我运转，一个要落去了六百箱添加，一个米贵啦，个陈一个陈茂新，你告诉我，佮讲啊，伢个呀，马云叫啊马总统啊，唔怕糖唔错咧，然后你爱好好去监督，连世界级的个黑人专家，就能够一来同一同讲，哦，唔冇一糖，你用民主来实施伢个专制，哦，第二点是实在世界要愿意共分张错啦，哎，感谢大家。唐多元吼，他家应该当感慨吼，也就是台湾人的无奈，苗栗人的无奈，人家就不管有一度的声音想要讲出去，但是一个政府同个都声音欠下来，听唔到。像也何市长，让我讲台湾无天咯，也很强强而去。当然，他家就提供也系官商勾结问题哈，都要应该有一只应该讲系看法啦哈。如果台湾人我将来要无天何用，其实。一绿能发电，一下嘛可以做啊，不见得要政府来做，将要政府浪费的钱来补出，不要到老百姓去给他来木蛋糕发电，咪可以啊？仅仅个了解，才也有足，也是有一长时间，加到呢就政府来补出，加到去给他来发电，用唔睇得天，还可以买本政府，买本政府的钱呢，甚至本政府买本几个钱下国家，用咩无天好用咯？嗰些工业案都已经做为枪诶，台湾。一件工业按社会情况下，那有可能会无天何用？也就系国民党用吓台湾人嘅政策，一切用吓佢达到嘅个效果，所以对下来肯定唔会改变哈。也就要请台湾人再一次来深思哈，来了解，去个环境来好好保护下啲土地。多谢观众朋友。